赛的第三组进入到最后的两百公尺，应该是他那个好像七米一。选手目前都竞争的相当激烈，全国中的廖以涵。 第三组领先参考成绩2分48秒72。 枪响出发，第一组的选手，这个赛事我们是采计时择优时零进入决赛。
好。国中男生800公尺预赛第一组进入最后的80公尺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吴七国中杨生豪。领先参考成绩2分13秒17。目前暂时领先的是武泉国中徐子玲，北新国中田诺轩，立新国中廖佩婷紧追在后，领先参考成绩28秒25。靠北前面没录到啊，恼羞。没错。OK。大会报告，请参。国中男生800公尺预赛第四组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沙鹿国中刘嘉宏。领先参考成绩2分16秒16。跑道上进行的是国中女生200公尺预赛的第五组，也是这个项次的最后一组，采计时则由八名进入决赛。目前第五组暂时领先的是光德国中许佳恩，
北新国中陈慧敏紧追在后，领先参考成绩25秒32。鸣枪出发的是国中男生200公尺预赛的第一组，这项次采计时则由8名进入决赛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武泉国中谢恩，立新国中林中威紧追在后，领先参考成绩24秒03。哎，陈慧敏进呢？真假？丢脸，人人输。提醒啊，我们参赛的选手。鸣枪出发的是国中男生200公尺预赛的第二组选手，选手加油！举旗给我！举旗给我！目前竞争相当激烈，暂时领先的是北新国中徐金佑，领先参考成绩24秒85。第五道，武泉国中谢恩。第六道洪文高中吕友群，第七道冠和。第四道厚重高中张雅珍，第五道威文高中陈文柔，第六道中明高中吴自学，第七道大甲高中蔡奇伟，第八道洪文高中邵志明。枪响出发的是国中男生400公尺接力决赛，国小男童田径总锦标前4名的单位：竹林国小、头家国小、大甲国小、大勇国小，请这4个单位派代表到司令台旁边准备领奖。进入最后一棒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洪文高中，厚重高中追下来了，领先参考成绩46秒5949。